妈，我进来了。儿子，你那个不能说他，因为是我把他叫来的。不，你也不能说我。我知道你心疼女朋友啊，不想让她跑来跑去的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你看我点了那么多好吃的，我让她补补身体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吃饭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看，我们两个特意留给你的，吃吧。这事儿小心哦。阿姨，来，吃苹果。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啊。那你让他吃苹果，他平时啊不吃水果的。这个爱挑食的毛病啊，你替我给他改一改，我拿他没辙。你不吃了？你不吃算了。你喂到他嘴边，我就不相信他不吃。你们俩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啊？你把整个都给他，吃。我跟你说，还是你治得了他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。刮了你就别摸了。儿子，你给他看看。不用了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哎呦，他是学医的，你让他看看呗。